哪里好？篮球打不错啊。明天有个比赛，起来呗。再说吧。心情不好？我是喜欢那个林北星啊。哟，被我猜对了。我就搞不懂，他到底哪里好？ 我跟他这段时间话都没说上，他就像是在躲我一样。那你找他问清楚不就得了吗？老师说他今天发烧了，没来学校。我去，他没来学校，你不会找他？走，待会儿。 真是嘘寒问暖。